联合国早前发布了第十份全球幸福报告，感到欣慰的是，即使这两年全球受到疫情的影响，但整体幸福指数仍处于稳定的水平。第三名，冰岛。冰岛位于北美板块和欧亚板块之间，经常会因为板块运动而发生火山爆发或者是地震，但是在冰岛人眼中已经见怪不怪。除了地理环境，冰岛人同时也面对着严峻的气候和社会中从未消失的贫穷问题。也因为冰岛独特的地理面貌和生活环境，却孕育了冰岛人乐观的民族性格，也让他们发展出一套顺应大自然的生活哲学。每当遇到各种困难的时候，便能够听到冰岛人搬出他们的生活金句 Fataretas， 意思是一切都会没事的。这句俚语将大部分冰岛人的生活态度、悠闲、随和以及幽默描绘得栩栩如生。冰岛人有着乐观的民族性格，一句 Fataretas， 一切都会没事。